張國華話：由於案件已經送交檢察院進入司法程序，所以唔方便透露詳情，但佢肯定事件入面有人違規。被問到治安警延遲一個鐘頭先至向傳媒通報事件，當局會唔會完善通報機制？佢話：治安警察局已經作出解釋。你哋咪同阿小明局長多啲溝通啊，因為年尾佢都會同傳媒有個聚會啊。呢度可以講清楚呢方面。佢話：治安警察局已經作出書面解釋，佢並冇補充。澳門電視台記者申萬希報導。